好 ，OK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范红。对，我也是范红。对，我是这。快点啊！就是这次，哎，那个店叫什么？那个什么不思议收集博物馆。对，没有啦，那个是我在那个我在避旅的时候看到的店。我跟真在一家日本商店看到的这个。反正就是溶于水的一个粉吧。そうですね。对，そう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然后这个是有辣味的、酸味的，然后这个是甜味的跟苦味的。干是甜吗？然后这个是他叫家人从台湾带的。然后它上面都有写的是百倍的，就是辣度百倍啊，或酸度百倍，或甜度百倍，或苦度百倍。OK， 好，我失笑了。总之我们等一下会直接分别泡到四个杯子里面，然后我们来玩那个叫什么？哦，一个叫做中心码的游戏。总之我们就是玩惩罚游戏，惩罚游戏输了直接喝四分之一，然后之后不是每一杯都剩四分之一吗？我们再全部混在一起，然后之后再玩最后一次惩罚游戏，然后输的人要全部喝掉。告诉你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当初希特勒怎么统治德国的。我告诉你，就是靠这个茶。哇，我觉得他这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他说味觉崩坏的天罚，然后他很卑鄙的地方就是你拿出来后，你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喝了才知道。这个有一个是已经完全凝固的液体，这是放多久？这是 Coco 啦，像那个钓鱼用的蛆有没有？哇，都是海洛因啊！哦，这个我知道是什么，这太好猜了，这应该是辣的。你闻得出来吗？我完全闻不出来，我只觉得这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。这个不一样，一样是白的，但里面就是粉末状。快冲！这是冰糖吧？这个。老虎完了，我觉得我今天一直在说毒品的名字，等下不告。频道被封，等下这是我的频道。还可以啊！这是第一个，刚刚说看起来好像很辣的饮料，这才不是饮料，这是生化武器。生化武器。这是 Coco 泡水之后，这边是冰糖。我这水是红色的。那是尿吧？四个味道中哪一个比较像是红色的？酸甜苦辣，酸的吧？这闻起来就酸的，这有点像柠檬，有点溶解不完。动啊！你这不长进的东西。不长进的东西。出社会就是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。哎呀，我是海绵的，不是不是。哎，不要以为你有在鲨鱼哥玩的。看来没播超过九分钟就变掉。哎，不过我小时候我家人都只能叫我看八分钟，但我偷偷看两分钟。你要听家人的话，知道吗？好吧，大家只能看八分钟啊。平均看还没播九分钟，智商会下降。平均看我的影片九分钟，智商也会下降。我明没有来看他影片九分钟，智商会下降，我都会上升的。上升负。哎，上升负也是上升啊，上升负了是不能上升吗？啊，我也是上升啊。我上升，你给给给，讲不出话，我是辩论社，我不是辩论社，我们家不是辩论社啦，没有忘记填社团的啦。OK， 猜数字吗？猜零到一百之间，六十一到一百之间，对，我告诉你，七十二一定对，六十一到七十一之间，六十六，六一到六五之间。我告诉你，六一到六五，六二、六三、六四，我告诉你就是六十。我赢了，你看这是我呀！史上最快，我喝这杯白开水，哦，这超甜的，你要喝干嘛？超级甜，你这甜的还好，甜的还好，超级甜哎！哟，我想吃甜，但是这个太甜了，太甜了，就像是你们有没有在红茶里面加过冰糖？不是那个毒品，是那个冰状的。哦，对，加太多块的话就会变这种感觉，就是那种很廉价的饮料店有没有卖那种红茶，然后卖不出去，积在下面最下面那个红红甜甜的那个地方，差不多就是那个甜度。哎，还没四分之一。哎，你四分之一了？还没啦。我不想喝啊，很甜哦。好，算你过，算你过。下一局。我告诉你，我最喜欢数字就是什么？六十六号。睡。二十二。三七。二四。二五到三六之间。二九好了。所以二五到二八，你猜对我就输了。二七。所以你要喝哪一个？喝这个。你怎么还是喝白开水啊？因为它有两个，不是一个特别酸、特别甜，然后特别苦。四杯中有两杯是白开水，一杯是尿，一杯是六橙汁。嗯，这是酸的。哦，你要喝，哇，好酸哦！啊，差点酸了。这不可能喝到那四分之一啊！这才是人类喝的东西，我真的没有看人家，这真的不是人类喝的东西，超级酸！我那样我不行，我极限，这真的超酸。你看你们未来如果没有成为赢家的话，就会变成这样子，你们要成为社会的赢家，懂了吗？看频道学教育。
68到72之间，但是71啊，他爆了，爽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再玩一局啊 ，Game Over 啦，输了，再玩一局，你要喝辣的还是苦的？剩下辣跟苦。不可能啊，这怎么喝得下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喝这杯柳橙汁，一下我闻过这个味道，我就想不起来是珍珠奶茶了。你知道那个薏仁水吗？玄米茶哦，薏仁水，对，薏仁水，有像小薏仁水啊，对啊，小薏仁的味道，赶快喝啦！这是什么苦还辣？他的表情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喝看，什么东西？他默默的呢喃着，这不是什么东西的走。好辣、啊！怎么可能啊？好辣、啊！这是冷热东西吧？什么辣、啊？不然我给你的选择吗？这是刚刚很酸的，这是很辣的，你要哪一个？我酸的。不可能啊！我不想喝，这好辣、啊。很辣、啊！这像那个18斤洋芋片变成水。你要选喝苦的吗？我觉得不想玩游戏。但跟我玩游戏玩屁哦！感觉真有趣呢。真的吗？我是恶心的。这样听你好像讲话舌头已经长了3倍大了。那最恶心的，那真的，那最……你没感觉吗？我觉得很恶哎、哦。很苦，真的很苦。欸、超苦的、哦，我没法接受苦。我觉得我苦还可以，但是真的超苦。我真的超苦了，真的超苦。这苦爆，真的超苦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国际玩笑我们要混在一起喝哎？混在一起真的变国际玩笑了。哎、欸，算了，你帅，不能开玩笑。这个除了甜的以外，真的是没有东西是该喝的。告诉你，这杯喝下去，冰拉登都来找你了。超酸、超甜、超苦、超辣，这样综合了。喝喝看，这个味道好奇妙，好奇妙的味道，好怪的感觉哦，感觉超怪的。天哪，我的味蕾被冲击了。它就是入口后是酸，然后再来就是辣散开，然后最后后劲的甘是那种甜苦的甘味。我肚子在燃烧，我的肚子应该你要拉肚子。我们在日本要吃美食，不要让你一样智障。说真的，是不难喝哎。屁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影片就到新，不，今天影片就到新加坡。总而言之，今天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个订阅，然后下方点个喜欢，然后如果想要给朋友看的话，可以按个分享，你也可以订阅他。他是谁？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“人生肥宅尊”。对。然后如果你在我影片订阅的话，你的学业就会考100分，然后100公尺就可以跑10秒，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。如果你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就会得到反效果。我们今天这边结束了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